海盐桂花蓝椰奶茶来啦！哇，这颜色简直美到了我的心巴上。女孩叫懒猫，是个18线手工博主。只见她拿出一个硅胶模具，在里面挤入透明滴胶，然后放入紫外线灯下固化一分钟。脱模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压又治愈的过程。看到它们从液体变成一个个通透的小杯子，成就感爆棚。在杯子里放入两勺仿真冰块，再加入半杯透明滴胶，用牙签搅拌一下，就能做出自然的冰块。在冰块上沾几粒蓝色宝石，不要担心，就放盆上一粒白色的钻，就像叠了一层厚厚的膜，把它放进紫外线灯，在顶端再次加入透明滴胶，加入一些黄色的淀粉当做背景，再放上一朵紫色的小花，固化完成后，海盐桂花蓝椰奶茶是这样的状态，你觉得？